那个，是啊，我去过，你去过那家啊？嗯，但我没做。那家好，斌哥带我去的。那家可以上二楼。啊，对。有小阁楼。自从搬这边来住了，就不去那儿了。那个谁，于立红，于立红爱的那家。其实你两天可以尝试尝试，如果你们想没事儿，做这个深度睡眠那个菜，哎呦，老舒服。我每次都能睡着。我就见过你们这几个人，我也没见过别人。然后在这边，然后完了之后早上直接弄了一点上班，绝对不。